下面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下左奥陡横穴在推搡当中的应用。刚才我和我的学生表演就是左奥陡横穴在推搡当中应用，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。双方打死，左腿蹬，右腿到，向前冲一下，向前冲步，动作不能停住。这个右手向下裸带对方的右臂，同时呢，你的左手紧紧的贴住对方的这个前胸和左肋的部位，然后浑身一抖，把对方放出来了。双方打死，左腿的右腿的向前冲。同时呢，你的这个左臂要紧紧的贴住对方的这个前胸和左肋这个部位啊，左肋这个部位，然后浑身一抖，把对方放出来，摔倒。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动作的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就是冲步不能缺少，左腿的右腿烫出冲步，这个不能缺少。然后这个右手的裸带和这个左手的这个穿过去啊，从对方这个腋窝下穿过去，紧紧的贴住对方。这个动作要协调一致，要快速。第三个要点就是发力要干脆迅猛。第四个需要注意的发力点在于这个左小臂的前端这个部位。
跟张老师学难辨形意，傲笑江湖，品趣味人生。请大家登录功夫子官网或下载功夫子 APP， 收受我的缺心缺意画心意。谢谢讲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